集由崇文社 Carmaster、 一客馆、新世纪、诺亚方舟、纸牌屋以及香港 Press Car、 北京卡拉河、广州废柴猫、槟城 Apple Brothers 赞助播出。快点要我哟。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牌猪解说。那我们今天来解说我们的列阵兵搭帝王拿波。当初芒果在看这张卡的时候，其实就想说搭帝王拿波好像不错，结果日本发都没有人组过，你知道吗？我找了很多资料发现没有人组，所以我想说干脆自创牌好不好？自创来列阵兵，他看自己场上所有的连级宝可梦数量乘以20，所以我场上假设有6张的话，我就可以打到120滴，还不错。后手的话有机会打个什么60 80是 OK 的。再来看到我们的帝王拿波，看一下来特性齁，当他在场上前排的时候，对方的基本宝可梦齁，应该说非规则性的啦，都通通没有特性。什么是非规则呢？就是 V 跟 G 叉啦。那其他小怪基础宝可梦没有特性，举例一下，大概就是智慧星那个小聪明嘛，以及蛇纹熊这种类似的就没有特性的，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干扰到对手的 一些运作 combo。 来第一招打130滴，可以把自己身上一颗能量往后转，那你往后转可能就是转你的连级能量给我们的列阵兵下回合来做进攻。这时候对方想说你前面可能等一下有可能贴个连级能量继续进攻，因为你的张鱼桶是可以拿连击能量的，以及列阵兵怎么样，身上也有能量了。他想说，哇，到底要杀谁也不知道，哦，大概这样子。再来看到我们的巨大枪，因为我们有列阵兵斗戏的关系，所以针对对方的东东鼠的话，巨大枪放一张，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好不好？再来钓竿放一张，避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章鱼桶，好，一开始可能丢太多，丢到墓地，或者是被对方针对了，针对的情况下你还是得做出章鱼桶会比较好一点点啦，好吧？还有你的能量可能会不够的情况下把它洗回去。交换通讯4张，先机球4张，印章芒果放1张，以及 switch 放3张。 switch 的话其实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啦，你也可以放2张，或是加1张什么绳子都可以。来扳手放1张，怕对方的血量太高，因为拆大护符吧，我们这副牌的伤害其实并没有到很高，没有到很高，所以必须要依靠一些铺伤和增加伤害的卡片，例如这一张。来看一下我们的格斗道场，你如果有贴基本的斗能量在宝可梦身的话，攻击力多10点，那奖励卡落后的话呢，可以多40点。来看一下40点，如果假设我奖励卡落后，这个打170，那这个呢打150嘛，我算一下120加40 160啦，那加起来的话也有330嘛，所以 VMAX 至少也是有机会打得掉的，所以芒果就放这三张。来涡轮补丁非常重要，讲一下。假设你的目的真的太多基本豆了，芒果也建议啦，你拿到基本豆就先丢掉吧，反正你抽到补丁的机会四张是蛮高的。这时候我们只要手贴加补丁中一颗的话，哇，直接做进攻。对方想说你居然有办法让帝王拿波直接蹦出来，直接做进攻的话应该会被吓到，所以这牌的话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的。板木两张，克尼两张，克尼就是怕卡住的时候用章鱼桶拿出来直接来做绿牌，所以我觉得放两张 OK。 玛丽两张，博士四张，这个配置应该 OK 吧。再来我们的这个气球放两张，气球的话尽量给我们的这个章鱼桶用，因为它撤退费用两费嘛，以及我们的这个连击卷轴。其实我在想说不然连击卷轴放两张，气球放一张，其实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好，我就这样 OK 好了，好不好？连击能量四张，讲一下连击卷轴好了。当他贴在连击宝可梦身上的时候，多了一个招式，他可以对对手全场打30点。这时候你看我们的这个连击能量再加这个补丁，或你手贴基本豆的话，也是可以使用这个招式，全场打30，当做一个补刀或什么扑伤之类的都可以，好不好？那这牌的话就是芒果自创自行研发的这个列阵兵加帝王拿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本影片由 Proton 合作播出，他们是最快速及专业的序号商店，您可以舒服的在家下单后，序号会立即寄送到你的信箱。输入代码还有折扣咯。火，这芒果帝王拿波是不是可以克数啊？是火系吗？哦，先手，我想先手，好了，先手好了。反正只要先手有贴到一颗能量，应该就够了，好不好？贴到一颗能量就够了。来个铁炮鱼吧，来个什么都可以吧。这手牌没有很好，不过还行啦，还可以动啦。我想一下想一下这样子好了。卷轴动不起来，下回动不起来啊。好啦，拼神抽了各位，真的好不好？拼神抽，我想一下
先这样好了。粉燕宫的话，我想一下，如果就算我真的被击倒了，应该也不是很太怕啦，我觉得还好。哦，全东帅，我看一下，嗯，蛮赚的。哎，其实我是西多郎啊，他不下帕克鼠，对。哎呀，猜我能量，啊，不就还好，芒果没有那个。来，人物卡，哦，碎耶，哎，碎碎碎，这个碎，我想想怎么打比较好。嗯，场地，补丁先开。哎，没中，亏了各位。再来张补丁吧。没有补丁哦，我想一下，所以这次送他吗？我想一下，可以送吗？好，先这样子吧。前面这只，因为芒果刚补丁，如果有中的话，我的连击能量应该是贴前面直接秒他啦，是因为补丁没中啊。非洲人，贵重球拿银半战兽，或者是继续东呢？银半战兽刚好也被我们的列这宾克数啊，各位，所以这场有得打、啊。不过看前提是有没有办法做出来就是了。好，东东鼠，熏香拿 V Mass， 银半哦，也可以啦。我想说他拿东东鼠。印章哇，干嘛印章我？想多抽一张哦，哦也可以啦，想多抽一张。哇，把我叫的东西怎么那么多啊？杀不掉，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啦。哇，他好顺哦，什么都有了。顺起来了，场地。其实他现在杀掉芒果的话，我觉得也无所谓啦，因为其实我本来就要落后，落后的话我可以打多少？170 double 340杀不掉，所以我可能要拼个扳手。好，这次送他应该没关系啦。我们先看抽到什么东西 ，switch 刚好哎，可以啊，那就这样子吧。好，不演了，就这样子吧。再一张，我想一下好。帝王拿波，列阵兵，列阵兵，我想一下丢什么东西。想一下丢什么东西哦？要丢吗？我怕他应该不会针对我章鱼桶吧？你们觉得会吗？列阵兵丢。好吧，丢一张列阵兵应该没关系，我觉得。那能量的话还够，还有四颗，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捡。好，全丢吧，不管了。不，先 switch， 抱歉。好，全丢。想一下哦，有狙杀枪，什么都有了。我在奖励卡落后，可以，我这个扣着，我这个扣着，想一下怎么打。先这样子吧。好。260把能量往后转。你看，现在对方就头痛了。哇，我应该要杀帝王拿波，还是要杀列阵兵？啊、哦，你看芒果 combo 出来了，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头痛了哦。好，再贴一颗，一二三四五六两百四，他这样才杀得掉，合理。Switch 哦，换银半上来，多抽一张。好，240，这样的话，芒果直接击杀吧，好不好？再进化，再开一次特性。欸、你看银半的速度真的好快、啊。
现在奖励卡落后的情况下，应该就比较好打啦，我们伤害比较高吼。不过现在还不需要急着下，列正面上。好，帝王拿波再一只，然后这个我想一下，这个东西再丢掉，然后再做一只列这边，应该这样差不多了吧 ？OK， 直接开咒吗？气球贴一下，来克尔尼。场地要盖吗？其实不用盖啦，我觉得拿什么都不知道，应该这样就赢了吧？我觉得不太会输啦。好，120，直接收掉。三张，他如果击杀我的话也是三张，所以我的那个不会发动，所以我现在只要针对，我想一下哦，我针对两只东东鼠应该就赢了吧，或者是。银半战兽也 OK 啊，他如果进化 Dmax 的话更危险，因为我会三三拿。好，看他怎么做。哇，克制到了，各位舒服啊！你看我能量在场上，对方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牌其实蛮怕扇子、锤子那种的啦。不过也还好，如果我们用涡轮补丁有表现到的话，等一下芒果秀一下涡轮补丁看看好不好？进化了，那如果奖励卡落后的情况下才有办法击杀嘛？没落后，没办法击杀。哦，他要用银半打。哇，牌耗的好快哦。看，芒果有章鱼桶在。基本上什么都不缺，就算印章我，其实我觉得也 不是很怕啦，就感觉还好。好啦，奖励卡一样啦，伤害想多一张，对不对？这时候就用列阵兵打，各位用列阵兵打，好不好？我想一下哦，场地盖一下没差啦，我觉得盖一下应该没差，然后这个也乱贴一下，应该没差。Switch， 我想一下哦，我觉得手牌先扣着吧，我先扣着吗？好，先这样子吧。要马力吗？拼个板木，好像可以哦。好，反正我们巨杀枪也还在。Yes， 他手牌太多了，搞一下。可他有银半啦，所以也没差啦，我觉得。没有板木，哎、欸，有这个来，各位表现一下，刚好。丢什么？想一下、哦，丢马力好了，用不到了。好，把这个来正面，哎、欸。太衰了吧我，好240，一只板木哈，或者是等一下拼个巨叉枪就赢了，没有板木哎、欸，看我突然发现好像有点危险了，他如果杀掉我，结果芒果没有拼到板木，我们就输了嘛。因为奖励卡他不会落后了，我的场地发挥不了效果了，啊，太好笑了！我要针对他打才对，可是我刚板木都没抽到、欸，奇怪，我板木跑哪去啦？哎、欸，没道理啊！我、哦、板木嘞？好，查字符，他现在要做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焊接工手贴、啊、其实用他打就好了。4312可以啦，用焚印弓打就好了、啊、就赌我没抽到、哦、芒果就赌芒果没抽到。他板木丢掉几张了？看一下，一张而已哦，那危险哦，我觉得有点危险哦。你看，像我们帝王拿波的特性啊，在这一场就完全无用武之地，完全封不到对方东西啊，对不对？有焊接弓了。还拼能量是不是？哦，哎、欸，等一下你剩三张牌，不是危险哦，剩一张哦。他打算这两回合一定要赢就对了，好吧？
他下回一定要赢的意思，所以他扣板木，对不对？好，这样子合理。我想一下啊，想一下怎么做比较好，先猜，然后想一下怎么做比较好。列阵兵，我想一下啊，我现在需要杀那个嘛，对不对？狙杀枪板木有啊，狙杀枪，可是我现在要开人物卡耶。我想一下给谁哦，给你啊，拿狙杀枪，对不对？来，狙杀枪有没有？没有哎、欸，嘿，好了，120，先打再说。他一张板木就输了，玩到输，太好笑。没有，我芒果的奖励卡没有控好，然后芒果没有控好，所以我刚刚应该要针对他的粉眼光去打，不应该抢奖励卡。我杀他的银半，确实这个抢奖励卡的动作有点。不太妙哦，不太妙，所以我刚看到是发现好像不太对哦，对不对？好，那没关系，你们大概知道这打法就好了。你看我们能量都会占，那伤害的话确实就是必须要靠场地卡或者是一些东西来提升。好，那我们这副列阵兵帝王拿波算是自创牌吧，因为我们看外面看应该找不到的，但是伤害确实偏低。那你们在宝可梦日的话也是可以玩看看的。好啦，我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下次见，拜拜。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 我们下次见。